第195集。自苏家出事，苏化婉离开东秦之后，总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之绪环绕在四皇子身侧，挥之不去，驱之不散。君穆林很想将这种情绪赶走，却始终徒劳无功，甚至不但赶不走，还能将他也影响得跟着一起哀伤起来。这就是他这位四哥的本事，无论是谁都抗拒不了被其影响，渐渐地陷入到君穆西所营造的那种氛围之中。他也不能，但他总有别的办法将这种情绪发泄出去。就比如现在，他蹲下来，蹲到叶成仁的面前，阴嗖嗖地问对方，眼熟吗？这场面是不是觉得十分眼熟啊？没错，当年的苏家也是这样。本王赶回上都城的那日，看到的就是苏府被砸成一片废墟，还有一群不明真相的无知百姓在往里面扔菜叶子，边扔边骂，恨不能骂得苏家几世都翻不得身呢。而你们叶家人就藏在背后，不停地散播关于苏家叛国的谣言，不停地煽风点火，鼓动百姓骂街。这些你们该不会都忘了吧？他干脆盘腿坐到地上，一件一件跟叶成人掰扯。苏家叛国，所有证据都是叶家和郭家提供出来的。趁着我和四哥九哥都不在京城，你们只开了一次堂，就把这桩案子给断了。确凿的证据摆上朝堂，就算是我父皇都找不出任何破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偌大一个苏家被你们在一夜之间轰然推倒。你们烧杀抢夺，把苏家的每一个铜板都往兜里揣，私自改了送走苏化婉的日子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让我四哥见着。叶家、郭家，这些事情都还记得吧？他手里的弓一下一下往叶成仁和郭琦的头上敲去。别以为当年的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总有一天这笔账得跟你们两家好好清算。而在还没有开始算账之前，本王觉得偶尔这么砸一砸，活动活动筋骨也很是不错呢，你们说是吗？他冷笑三声，挥手指向厅外，好好看吧，当年的苏家也是这么没的，不同的只是苏家的人随着府邸一起死了，而你们这些人却还活着。别着急啊，有死的那一天就不远了。两位皇子一位公主，风一样的来又风一样的走了，留下的是一个残砖断瓦满目萧然的叶府，和一个双肩全废注定一生残疾的郭琦。叶家人一个个站在院子里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片平地，哭已经哭不出来了，他们只是在想，房屋没了，今夜该睡在哪里。君穆林才不管他们要睡到哪里，出来之后拉着君灵犀往他四哥的公车里一钻，乐呵呵地开始分享起今日连砸两府的心得。君灵犀说，白心言最怂，自己家被砸了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都不如他那位二夫人，好歹还知道吼两嗓子意思意思，只是吼也白吼罢了。四皇子瞪了他一眼，注意言辞，一个姑娘家这些话都是打哪儿学来的？君灵犀一缩脖，四哥我不敢了。君穆林也一缩脖，这些话都是打他这学的。见他们四哥没再追究，君灵犀又继续道，不过白家有位姨娘倒是很合我心意，长得漂亮不说，人也特别有意思，我这次能成功搞定文国公府，那位姨娘功不可没。君穆林一琢磨，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位红姨娘吧？
好像是姓红，我听到有下人跟他叫红姨娘。君灵犀想了起来，十哥你认得？君木林点点头，何止认识呀，灵犀我跟你说，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，文国公府的那位红姨娘啊，十有八九就会成为咱们九哥的丈母娘。什么？君灵犀刚喝了一口茶，差点没让这话给呛死。我九哥的丈母娘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九哥他喜欢女人啊。公车猛然停住，车厢外烟官转回身来，掀开帘子沉声道，主子有线报。东秦有志，藩邦蜀国三年一小贡，五年一大贡，需派使臣远入上都，奉上贡礼的同时递交其国书，由东秦皇帝验过之后加盖地印，才算继续承认其蜀国身份，继续受东秦庇佑。因各国降服于东秦时年月不同，故而几乎每年都能赶上一个小国正值岁贡年，每年正月里都会有藩邦入京。但今年却不同，今年本该轮到罗叶国大贡东秦，可直到出了正月，罗叶国也不见有人来。天和帝大怒之际，接到了罗叶国800里加急送来的奏报，方知晓竟是罗叶国皇后大丧。各国均有习俗，依罗叶人的规矩，丧孝期间三月内不得串门子，否则会将自家的丧器带过去，让对方交上厄运，故而奏报东秦朝廷，待三个月丧期结束再踏入东秦国土。人家有理有据，天和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，这个事儿就暂时搁下，只等春日里对方朝贡。李王府信使送来飞鹰传书，说的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。信上说，罗叶国使臣已经踏入东秦国土，按传信过程中浪费的时日来算，四皇子看到这封密信时应该再有十日不到，罗叶国使臣一行就要进入上都城了。君木希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下意识地将右手按向心口，双眉紧皱，痛苦不堪。四哥，君灵犀赶紧伸手去扶他，心里却也不是滋味。或许罗叶国对于东秦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藩国，但是对四皇子来说却是一个噩梦的开始。因为当年的苏化婉就是被送到了罗叶，成为了罗叶国新任国君的宠妃。信上还说，为表罗叶对东秦之忠心，一年之后会将东秦送去和亲的女子立为新后。他们都知道，所谓的和亲女子正是苏化婉。白家被砸了几个院子，直接导致白星岩和二夫人叶氏没有地方住。不过白星岩无所谓，他妻妾有的是，随便到哪个小妾屋里睡就好，对方还乐不得让他过去。只是叶氏就比较惨，想来想去也不知该去何处。原本说去妹妹小叶氏的竹笛院，可白星岩先他一步去了，他也就不好再去，毕竟老爷去住妾院，没有正式夫人跟着的道理。对于白星岩的去向，同样窝火的还有林氏。自从梧桐园被砸，他这一日就没少在白星岩身边下功夫，哄得白星岩下午就往他屋里走了一趟，吃得饱饱的才出来，病都好了大半。可他却还是没能把人长长久久的留住。天都还没黑呢，白星岩就往小叶氏那头去了。林氏有种很强烈的感觉，这座文国公府要变天了。白燕宇也有着同样的担忧，他问林氏，如今二夫人都这样了，他还能帮着外公的桃花班进宫唱戏吗？这皇子公主的连叶府都给砸了个稀巴烂，想来那位太后娘娘在宫里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，如何让桃花班进宫？林氏都听笑了，哼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进什么宫？白燕鱼也纳闷，外公为何执意要进宫去唱戏？只是想给桃花班刷个金身，以后能在外头赚更多的银子？姨娘，我怎么想都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林氏冷哼，哼，你外公那个人能简单就怪了。
不进宫也好，免得他再惹出什么事儿来，我们两个也跟着一起倒霉。现如今白家也没什么指望了，当务之急是为你寻个好人家，趁着白家还没有彻底败落，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才12岁。白燕雨无奈地叹气，就算寻到了好人家，要嫁出去也是3年之后的事儿，哪有那么快就能离开。倒是姨娘你又有什么打算？可别告诉我你要跟白家共存亡，我怎么瞅你都不像是那种忠贞的女子。她说到这里时，不由自主地展了一下妩媚的笑，身子也扭动起来，就像一条蛇。林氏翻了个白眼，叹气道，不然呢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是白家的妾，只能一辈子待在这里，别无选择。我就指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将来白家不行了，就把我接出去，也过过好日子。你外公没教会我别的，只教了一身狐媚本事。原以为当初祸住你爹就能有个好归宿，可惜呀，世事万变，你可得给我多长个心眼儿。我林家媚术只用在如今的文国公府，实在是埋没。你得知道本事怎么用，看人也得看得比我准才行。白家的女人心里都有着各自的打算，小叶是一心要取代她的姐姐坐上主母之位，林氏只想着让女儿迷惑住一个靠谱的男人，远离是非之地。洪氏如今掌握着府上钟馗，过得风生水起，而最凄惨莫过大叶氏，混到最后连个遮风避雨的屋子都没有。她如今还坐在自己屋里的床榻上，只是榻上已经没有了完整的被褥。白天君灵溪来扫荡的时候，能砸的都砸了，不能砸的都捡了，就连屋顶都捅了个大窟窿。今晚阴天，他实在担心夜里会不会下雨，一旦下雨，他就连一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。叶氏不停地哭嚎，咒骂白星岩，咒骂白赫然，也咒骂老夫人和洪氏。他呼唤自己的儿子和女儿，一声一声，凄凄厉厉。可惜被骂的人听不到，被呼唤的人也听不到，他就像个疯子一样坐在破碎的床榻上干嚎，身边陪着的也不过就是一个从叶家带出来的丫鬟双环。叶氏一边嚎一边咳嗽，几次都咳得见了血。双环看着帕子上的血迹，目光向着屋里唯一保存完好的一盆花草处投了去，那是大少爷送给老夫人的东西，后又被二小姐设计送到了二夫人屋里。迫于九皇子的压力，二夫人一直不敢将那东西送走，原本想着大少爷回来除掉了白赫然，这东西也就没人盯着了。白赫然一死，那些皇子慢慢的也就能跟着消停起来。只是万没想到，白赫然什么事都没有，反倒是大少爷回府不到一天就被送进了府尹衙门的大牢，直到现在都没能出来。大小姐也以极快的速度倒了下去，几乎是顷刻之间，二夫人这一脉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叶氏又咳了几声，这一次咳出来的血比上次更多。双环看着看着就开始缓缓摇头，这个主子已经不中用了，可他是这个主子的奴婢，一旦叶氏失势，他也得跟着玩完。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寻一个好的去处，但叶家肯定是不能回的。唯一的可能，他目光收紧，脑子里泛起了叶氏一族另外一位嫁入白家的女儿小叶氏。或许那才是他最明智的选择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文国公府的主母之位就又要易主了。他将带了血的帕子扔掉，冷冷地看着身边的二夫人，转身离去，再不多管。各位君恩，在下四皇子君木希。有人告诉我说一人已逝，不必再等。我不信，我一定会等他回来，给他讨个公道。
希望各位听友助在下一臂之力。洛青竹播讲。